这它就进来了。这边这两颗螺丝给它拆掉，两颗。这边线先把它打开，后面后盖四颗螺丝拆下来。把上控板四颗螺丝拆下来，把固定上表壳的这一颗螺丝，还有这边一颗螺丝，还有这里一颗螺丝，大一点的，这边还有一颗，这边还有一颗大螺丝，也要拆下来。这个角度，然后把这一根主信号线这边有个卡，有个倒扣，拔下来。然后如果是因为这根线坏掉的话，就是直接就把这边剪断，直接剪断，然后从这边从我这边抽出来，暂停一下。